娘，我没事儿，你看我啥伤都没有，真没有，没事儿。你可吓死我了！哎，娘，哥给你安排个任务，一个艰巨的任务，把这骨头拿回家炖一锅浓浓的骨头汤，哥得好好补补。东子哥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就去。赶紧回去吧。慢点啊！哎，你可真能白活。 还指使人家孩子干活。不过你放心，那钱我会还给你的。哎呀，这你就甭操心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是件宝衣，不出10天，我让他跟以前一模一样。你行了你，你哄哄人家孩子就算了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衣服烂成什么样了？我没骗你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认识一个裁缝，姓王。 这老爷子住在火车上旁边，他有一个独门绝技，就是不管你多破的衣服，到他那儿，他都能恢复原样。真的假的？人家可是在北京皇宫里学的手艺。你可真行，啥人都认识。哎，行了，我现在就去找王老爷子去，顺便盯一下骨头汤，好好歇着。 Thank you.
来了。哎，玉娥，金姐，哎，您怎么来了？还没吃早饭吧？哎，我这早上做的大酱汤。您这是趁热吃。太谢谢您了，想的太周到了。说什么呢？你脚伤怎么样啊？啊，没事，好了的都。我看不行，你还得好好休息。没事，老伤都是。来，哇，尝尝。来，您坐，您坐。来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金姐，你快坐吧。哎呦，肯定好吃。好吃，还习惯吗？嗯，爱吃就好。以后啊，我可以常做给你吃啊。谢谢您了，玉娥。我觉得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没人照顾，我跟老郑商量了，想让你去我们派出所宿舍去住，那里的条件比这儿好，而且大家有个照应。不用了，我在这儿住挺好的，不搬了。这里太偏了，我那里离火车站近，去哪儿都方便。再说了，那里的女同志多，没事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带你到安东逛逛。你来这么长时间了，咱们安东还没逛过吧？大姐，您的心意我心领了。说心里话，我到安东来是工作的，住在这儿呢，有什么行动也比较方便，所以谢谢你，我就不搬了啊。你呀是真硬，好，我不劝你了，快吃。哎呦，这么大一盒呀，我得拌着吃。哎，立冬，大早上了，你怎么跑过来了？早上做了大酱汤，想着玉娥她一个人住在这儿，我就给她送来些。呵，您做的大酱汤我可好久没吃到了，我一想我就流哈喇子。什么时候想吃就回家呀，这还不简单？啊，是。你怎么没精打采的呀？是不是昨晚没睡好？啊，行了，我知道，你们这些人都一样，干起工作来没白没夜的。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。嗯。哎，交给你个任务呗。什么任务？帮我去劝劝玉娥，搬到我们派出所去住。这好啊，那边热热闹闹的。可是处长同意吗？就是他让我来的，可是玉娥她不同意搬。为什么呀？他说他是来工作的，其实我知道，他是一门心思想给王守成报仇。可是你说这一直沉浸在痛苦里也不行啊，你去帮我劝劝他啊。可我怎么劝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。瞧你笨的，平时嘴巴巴的，你就说这人死不能复生，这王守成同志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你必须要好好活着，要活得有滋有味儿，这样才能对得起关心爱护你的人，是不是啊？所以，必须从痛苦里走出来。嗯，好。记住了。记住了。那就赶紧的啊，帮我去劝劝他。哎，不是，现在就去。去吧，快去。嗯。我觉得你去金义那儿住挺好的，那边环境比这儿好，人也多，还能照顾你。你说是吧？哎，你没觉得这个院子里有一股臭味吗？没有。那这院子里住的都是大老爷们，一进院子一股臭脚丫子味。你说的那么严重吗？哎呀，这多好呀，我住这儿挺好的。哎，不是，这最重要的是马上到夏天了，这帮大老爷们可都是光着膀子在你面前晃来晃去，你不觉得别扭吗？哎呀，在战场上，啥环境没经过呀？
对于我来说，这儿就够好的了。你还有事儿？我再跟你说一句，说话不叫疼。我是觉得，我觉得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必须得好好的活着，而且要活得有滋有味儿，这样才对得起关心你的人嘛。所以你必须迈出一步去，得像个女人一样活着。哦，不对，是活得像一个女人。你到底想说啥？我想让你去金姨那儿住。韩立冬，我住在哪儿不用你操心，更何况住在哪儿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。说心里话，自打参加抗联之后，我就没睡过回伦觉，每天晚上都是抱着枪睡觉的。那个时候，甭管是住草棵子，还是住山洞，只有抱着枪才能睡着。你再看看现在这环境，已经很好了，我很知足。抱着枪睡觉？嗯。是做噩梦呢，我以为小鬼子来了呢。哪儿来的小鬼子呀？哎，你干嘛带这么一个大棍子在床上睡觉啊？哦，我是想体验体验这个抱着棍子睡的感觉。好受吗？不好受，难受死了。不傻呀，不傻，你干嘛不告诉我你受伤了呀？哎。我这点伤啊，就是皮外伤，擦破点皮，小伤。你忘了我的外号是什么？外号鬼见愁。阎王爷见了我得做牙花子，子弹见了我都得拐弯。能有事吗？你就别犯贫了。不行，我得检查检查，你这伤的有多深啊？流了多少血？缝了几针？哪个医生看的呀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就别操心了，我这个就是皮外伤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我说我最近咋睡不踏实呢？原来就是让你给闹的。哎呦，早上起来肚子饿死了，还没吃早饭呢，家里还有吃的吗？给你买了果子了，再给你熬口粥去。好，还是我妹对我好。就剩下嘴甜了。对了，东子哥，
我那貂你给我整咋样了？哎，我可跟你说好了啊，这貂你要整不好，你就得赔。你就放心吧，保证跟以前一模一样。反正，你要是赔不起貂的话，你就得赔人。哎。根据初步勘查，鸭绿江双桥上桥已经被炸断，大桥的钢梁桥基已经有所毁损，要修复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。大桥下游朝鲜一侧已经被彻底摧毁，桥墩只剩下了四个，要修复起来非常困难，具体时间也无法估算。今天各单位的领导都在，情况大家也很清楚了，大桥被炸断了，这是通往朝鲜前线运输的唯一的一个大动脉，断了。虽然现在到了冬季，可是鸭绿江还没有结冰。根据往年的经验，即使是结冰，冰层也不会很厚，我们的重型武器根本无法通过。可是，前线一刻也不能等了。战士们每分钟都在流血，我们的运输不能断。张局长，有什么需要公安部门配合的，我们全力以赴。对，全力以赴。我倒是放心了。这个战争开始之前，我们铁路局的刘工程师就提出啊，鸭绿江大桥是安东通往朝鲜战场唯一一条铁路通道，如果被炸毁，后果不敢设想啊。因此，他提出了一个备用方案。备用方案？刘工最近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在家里休息，我已经派人请他过来了，估计一会儿就快到了。具体方案等刘工来了之后具体跟大家统一介绍，但是我们总的一个原则就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选取了一个地点，以备在鸭绿江大桥被破坏的时候修建便桥，临时替代大桥的功能作用。张局长，刘工被杀了。什么？刘工被杀了？被杀了？刘工被杀了？命中心脏，这里多派几张中枪的位置。
子弹是从哪儿打过来的？肯定是这个方向无疑了，而且是从高处射击的。那边过来挺远的，少说几百米，能打中心脏？一般人当然不行了，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不在话下。你能打中吗？如果不受风速的影响，应该没问题。这三个人三枪，枪枪命中要害，一定是专业狙击手干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个枪手的枪法跟你一样准？咱们去那边看看。哎，注意脚。应该是这儿吧。没错，这应该就是杀手开枪的位置。你看，这个脚印，1.81米，中等身材。你看，前脚掌浅，后脚跟深，说明这个人站的时候身体非常直，挺胸舒服。说明什么？说明是一个职业军人。只有长期受站姿训练的人，才会有这样的站立习惯。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这个人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狙击手。你看那儿，本来是跌落弹壳的地方，临走之前把弹壳都捡走了。我们在狙击训练的时候，教练就教给我们，在完成任务之后必须捡走弹壳，以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位置还有装备。看来咱们遇到了一个职业杀手，毋庸置疑。走，赶紧去汇报。根据刘工家人反映，刘工上班的时候是拿着公文包的，可是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。这么说，他们是冲着公文包去的？难道除了暗杀的杀手外，在小楼附近，他们还安排了抢夺公文包的人？我们在进行暗杀训练的时候，一般都会分为两组，第一组远距离狙击，第二组近距离埋伏。这个案子很明显有两组特务，第一组在高处狙击点，第二组埋伏在案发现场，完成终极目标公文包。没错，这个杀手开枪的位置到刘工中枪的位置大概有400米，这400米无法直接到达，必须绕圈子才能到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杀手设计的狙击点非常的刁钻，给自己的撤退留下了充分的时间。林军，对这整个区域进行排查，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处长，技术室对弹头的检测出来了，是7.92×57毫米的步枪子弹，很有可能是中正式步枪发射的。400米开外精确射击，说明这个人是个高手。东子，有没有可能是独狼？不可能。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，这应该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杀手。而且根据这个杀手的身高、体重、步态来分析，他跟我们之前掌握的独狼完全不一样。那到底是谁呀？难道是特派员？咱们跟特派员打的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这次的行动
跟特派员的先遣军行动截然不同。特派员的先遣军根本就没有狙击步枪，而且他们多像是军队的侦察班在行动，很少单枪匹马作战。而这次暗杀极有可能就是两三个人就完成了一招制敌的行动。处长，处长，张局长来了。好，知道了，咱们分头行动吧。是。是。怨我，不怨我。这个应急方案是刘工他们几个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制定的，加上扁鹊的地址，更是经过千挑万选，最终才确认。来，站长，你先坐。现在，这个方案被特务窃走了，架设扁鹊的秘密那就暴露了。我们现在要重新选择一个架设扁鹊的地址，那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。站长，还有谁知道刘工手上有一套备用方案了？除了刘工手下几个工程师，再就是我们铁路局办公室的几个人，他们就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可是大桥刚刚被炸，我们刚要启动备用应急方案，敌人就明目张胆地跳出来，杀害了方案的设计人，抢夺方案。这说明上次不是已经把特务都清除了吗？怎么还会有特务隐藏在我们内部？特务无处不在啊！沈安铁路的重要性，敌我双方都心知肚明。台湾派来的特派员组织先遣军，目的就是要针对沈安铁路。嗯。战争打的是后勤，美国飞机不停的轰炸，就是要切断我们的后勤补给线。老郑，我明白，你派人查吧，我保证全力配合。好。明天一早，所有人都会知道。大桥全部被炸毁了。我跟老吴化妆成渔民，打算划船过去看看，可是还没到大桥就被拦住了。不过还是看清了，两座桥全被炸毁了。估计修复起来很困难。你们知道今天早晨在一座小洋楼里发生了一起命案？命案？是啊，死的是一个铁路局姓刘的工程师，而且他随身带的公文包丢了，公文包里头装的是修建鸭绿江便桥便线的应急方案。共产党还有应急方案？是谁下手这么快啊？美国人刚炸老桥，这边就抢了应急方案，配合默契啊！不仅如此，安东整个酒楼茶馆都在谈论这件事情。今天早晨我到顺天庄饭店吃饭的时候，听见一个伙计在谈论这件事情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伙计都知道共产党要修便桥便线的地点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这是有人要告诉共产党，原来的秘密修桥现在变成了公开修桥了。这一下共产党修建便桥便线的计划就失去意义了。高啊，这招真高啊。这就像围棋中的重要棋子，彻底断了共军修桥的念想。可是是谁呢？是谁干的这些事情呢？能和美国飞机轰炸配合得如此默契，难道是老刘？我觉得在安东只有他才能有这实力。看来让老刘屈服于我，他是不甘心呢。他这是向台湾表明他的实力。总教，
那咱们怎么办？装傻，装傻，那是我们的强项啊！继续催着台湾，让老刘快速向我们报到。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是越来越有利，所以我们要加快实施惊雷计划。东家，这惊雷计划的详情，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点？计划我准备分三步进行：第一步攻七心，第二步断七骨，第三步绝七根。现在各方势力基本都归到我的手里，是实施惊雷计划的时候了。都不是，我们将可能接触到应急方案的人分成三组。第一组呢是刘工属下的工程师，这组人离便桥计划是最近的一批人，是由刘玉和韩立东负责调查的。第二组是办公室的人员，这组是我和小赵负责调查。第三组是档案室的人员，这一组是小孙来负责调查。经过初步的调查，都没有发现这些人有可疑之处。有没有可能漏掉什么人？没有。要说这个铁路局的保密工作做的应该还是不错的。这个计划当时制定的时候，只有这三组人知道，而且只有两份，一份是在档案室的保险柜内，还有一份是在局长的保险柜内。当时我们出兵之后，刘工意识到这个计划有可能要实施，所以就拿出来查看一下，没想到当时生病了，不得已才带回家的。黑板上出现的这些人员我们已经再三调查过了，应该没有问题。那就见了鬼了，敌人是怎么知道的呢？你们三个再去一趟铁路局。是是。可是这几个关键部门的同志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，这个结果不出我的意外。问题是这个消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？张局长，您能不能把当天的情况再描述一下？大桥被炸之后啊，我就想到可能要启动应急预案，我就召集几个参与设计的工程师在一起开会。那天啊，我们为是否立刻启动应急方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。有的同志认为先应该集中精力修复大桥，毕竟在冰天雪地里架设便桥便线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。后来我发火了，我决定要克服一切困难，要立刻修建便桥。这些工程师他们都是书呆子，还就知道在理论上如何如何，可是美国鬼子根本不给我们修建大桥的机会，你一遍修他一遍炸。后来啊，我还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，给声名在家的刘工打了个电话，毕竟刘工的经验最丰富，刘工完全支持我的意见。刘工一表态，原来反对的工程师也不反对了。刘工不过身体有病啊，坚持要来到会场开会，啊，他把他的方案跟这些兄弟单位啊这一汇报，这些问题都解决了，是吧？可是没想到，这么说，那天在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知道刘工会到这里来，是这样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范围就比较小了。那天只有赵工、孙工、王工，还有秘书小钱，这几个人，对吧？可是，这几个人都应该很可靠啊。那三个工程师是直接参与边桥设计的人，那小钱是跟随我多年了，他们都不会有问题。张局长是这样的，不管怎么样呢，这三个人我们还要重新审查一下。你还落了一个人，我，你没给先从我查起。要按照工作程序来说呢，那天在这个屋的所有人都必须重新审查研报。刘玉娥同志，我可是1938年就加入组织的老党员，
张局长，老党员不愧是老党员，这觉悟啊就是高啊！你看你们两个怎么能跟领导这么说话呢？啊，张局长，您能提出来，先从自我审查开始，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认可和肯定，我们得感谢您，是吧？哦，对对对，张局长是这样的，刚才实在对不住，有您这句话呀，我们后面的工作可能就更好办了。张局长。我这人性子比较急，说话比较直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您别往心里去。不用多说，啊，咱们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工作，是不是？哼，我这个人最近有些焦头烂额，我这个臭脾气，别见怪。张局长，我想问一下您，您平时说话都这么大声吗？啊，怎么了？这我是当兵出身的，这战场上都喊惯了，这，哎，怎么有问题啊？没什么问题。我在想，可能问题不是出在你们几个中间。俗话说，隔墙有耳。我想问一下，您的楼下和隔壁是干什么用的？隔壁是办公室，楼下是水房，其他那些干什么用？哎，我还真就不太清楚。哎，这样，我把物管科的同志叫来，他们最清楚。好，我们想去看一下。哎，好。慢点。这里就是我们的水房，看一下。哦。这里面是干什么的？啊，这个房间原来我们是放杂物用的，现在好久都没有人用了。你看那门上的锁都已经生锈了。嗯，好，我们自己看看。你先去忙吧。好的，谢谢您啊。不客气。嗯。嚯，真有你的。这锁已经锈坏了。进来。看来这屋有人常来呀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看这地面打扫的一尘不染。这人不但常来，而且还常打扫。我的家庭关系很简单。老刘，你来听听。听见了吗？顺着这暖气管偷听的。我以前住哈尔滨的时候，当时我住的是一个俄国人的房子，他们也有这暖气管，楼上楼下都是通的。我记得当时楼下小两口吵架，我楼上听得清清楚楚。行，爬墙根还爬出学问了，有你的。哎，你夸我还是说我？不是，哎，问你呢。看来问题还真出现在我的身上。张局，您不用太自责了，这个特务啊是无孔不入。您好好想想，都有什么人可能会进入这个房间？哎呀，这可就复杂了。这个楼下那一层是咱们铁路局对外的办公区域啊，铁路局对外的办公啊、服务合作都在这层楼上。哎。无论是局里还是局外的人都可以去啊。那就说明任何人都可以出入这个水房。是这样。看来
只能守株待兔了。陷阱，魔女之交如何陌路？多少殊途一生下注？